李女士，李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的电子邮件，你的电子邮件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，看了以后，看了以后，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你回国以后，你回国。马上就上班了，马上就上班了，工作很多，工作很多，你不但，你不但要整理，要整理德文文件，德文文件，而且还要，而且还要翻译，翻译这些文件。在德国期间，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，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非常和谐，非常和谐。你给了我们，你给了我们很多帮助，很多帮助。我再次。我再次表示感谢，表示感谢，很希望，很希望我们明年，我们明年七月，七月能在上海，能在上海再见面，再见面。祝你，祝你工作顺利，工作顺利。生活幸福，生活幸福。约翰米勒，约翰米勒。